一个人吃饱了，太太耶、yeah ！太太，太太买安的啦。好，好什么呢？挖开，然后就不要啊！嗨，大家好，我是东北何东哦。你好，今天想要介绍给大家事情就是一个人吃饱了，太太耶、yeah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的太太是台湾人，然后呢，但是影片中一直都不出现嘛，然后很多人问我太太是怎么样的人，太太是怎么样，太太什么时候出来？很多人跟我说，但是ですね，目前的话，太太是还没有出来。不过很多人关心太太的事情，那么我稍微讲一下太太的事情，而且现在她是不在这边，所以我可以随便的讲东西。稍微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人，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但是呢，我也不会讲台湾的女生所有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是我没办法讲，因为我交往过的台湾的女生只有他而已，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但是好像有很特别的地方，是不是你也一样？那么我们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第一个，吃辣，对，他是很喜欢吃辣。日本的店家有气味粉，对不对？那个气味粉，他是一直加，一直加。而且是他是那个盖子打开之后的那个透明的那个部分也想要扒开，然后就撒进去，然后我旁边看的时候，太太卖安奈啦，一直加一直加的时候，就旁边我看，我看到店家的人的脸，太太，太太卖安奈啦，已经过了，你的气味粉已经是变成山了，你的乌龙面已经没有呼吸了，它已经有气味粉的一座山。为什么那么多？它住进去之后，不辣，那个是风味的东西，太太。它还有呢，玉米浓汤也有加进去那个胡椒粉。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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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不要。他说要不要喝干干？不要，很好喝哦。对，然后接我，然后喝了之后，啊，玉米已经不存在在里面。但是有可能大家说，一个老师还好吗？让他吃喜欢吃的东西呀、啊。我知道台湾有鸳鸯锅，所以我吃不辣的地方，然后他吃辣的地方也可以。但是他吃不多，小鸟胃。跟店家的人说我要吃大辣，他吃不多，他吃不多，他是吃了一半或者是后面留下三分之一之后跟我说我吃不下了，要不要吃？那个我要吃那个吗？木里，马吉木里，马我也是男生嘛，啦啦。有一件事，我把不小心那个汤朵气管那边，哇，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可能的画面吗？他想要中辣椒，我跟他说千万不要。然后第二个。拍照，这个拍照的话，很多台湾人都有，对不对？那吃饭的时候拍照嘛，我的东西吃的时候，他说等一下，你的也要拍。好，然后等嘛 ，OK 吗 ？OK， 不只是我而已的呢。我的爸爸妈妈第一次看的时候是真假的，但是已经我的爸爸妈妈也习惯了，所以呢，我的妈妈说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拍比较好看。妈妈开始参加了，然后第三个。水果什么都可以切，他没有不能切的水果，凤梨咯，木瓜咯，芭乐，西瓜，什么都有。而且是他是水果控，真的每一天都吃水果啊！我要水果，我想吃水果，一定要吃水果。这个是所有台湾人都是吗？我是在日本的话，比较没有吃水果的习惯。那当然有柳丁啊、苹果啊，有时候吃是有，但是他是几乎每一天都吃。然后，而且是台湾人来说，水果是进去不懂的味，对不对？我很饱，超饱，而且是他是自己的那份吃不下，然后分给我吃，勉强吃了，我很饱。然后他开始讲我要吃水果，等一下你不是饱吗？他开始接着讲，我已经跟他说我没办法吃不下了。然后他开心的接，然后就开心的自己吃，很开心。然后跟我说你要不要吃？然后我跟他说，吃不下。他说我已经接好了。那么为什么？然后他说吃水果比较健康哦。我刚刚吃了你的，没事，好吃吧，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开始可能喜欢看面相。
脸とかあの眉毛或者是眼睛的那个高低啊或者是鼻子怎么怎么样嘴巴怎么样我工作了打电脑然后一直工作忙着工作然后呆呆在旁边然后我发手机一个看着边一下看着边一下我是工作中所以那你的他说再一次停下来好好什么呢太太这个看似 OK 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不告诉解答什么我是怎么样等一下我想工作但是也想听到底是怎么了我的脸是但常常是嗯 OK 的这个可以的可以什么、嗯、常常呢看我的脸然后就哦 OK OK 就是那那你教えて超可怕的那个ね那个感觉呢好下一个迷妹宫廷剧吧然后呢他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我以为呢我以为是一样的剧所以哎你再看一次那个哦然后他说这个是不同的时代哦你要看完所有的时代吗哎然后下一个关心家人这个是非常好的部分例如说他去买东西啊或者是他找到了一个东西嘛逛街的时候呢他常常讲啊这个想要买给谁啊或者是我问一下他要不要的一直关心的或者是要不要买给我爸爸或者是我妈妈要不要那、欸、这个是好的呢然后下一个喜欢喝汤有汤多的面、欸、我喜欢吃米然后他是喜欢有汤的面一定要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呢我是吃白饭味煎蛋然后什么肉啊鱼啊都 OK 但是他喜欢吃例如说乌龙面啊或者是拉面啊汤的面或者羊汁面啊板条啊汤的面台湾的汤面跟日本的拉面是不一样对不对他喝了之后咸偷偷的加水偷偷的加水喝了之后嗯七味粉不要不要然后他在吃面的时候不小心那个面掉下来汤里然后那个汤我跑进去我的眼睛啊这样的、那一天呢看到了我的阿妈、最后一个、啊、这个就是呢他喜欢熊熊熊类的东西嘛所以我常常喜欢熊的 T 恤或者是熊熊熊熊もう很多熊的哟猫熊熊然后这个是特地北海道买回来的熊这个是爱奴子科的很漂亮很漂亮对不对呢很可爱但是好像两万多少日币的样子、啊、但是我也喜欢熊所以我说 OK 那就买吧因为呢这个抓到鱼就是很多工作了呀、啊、代表呢比较激励的东西了呢抓鱼嗨那就这样子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请大家多多订阅看是不是 YouTube 加赞然后分享嗨请你们大家我刚刚说的大家也有这个习惯吗有没有有吗哈呀上一次的呢影片的时候呢我介绍了他买的那一些伴手礼然后下面写很多很多的伊克老师要不要贵酸板最后如果出来那个酸板的话很棒要不要贵狙击板大家不要这样子如果还想看我的影片的话嘘那么大家下一个影片见咯拜拜让日本人第一次喝看看高粱酒耶、yeah! 58度噔噔啊龍の絵が描いてあるそう沖縄といえば青森です台湾といえばこれです開けますかあーきつい温泉でのジュリア高粱酒狭いやん58度だ、怖い怖い数字書いてあるちょっとということで一口飲んでみていいですか、行きますそうなんです、透明で癖、あー、怖い、癖あることないの中村さん、高宮さんですI'm sure that.